啦。哦，好家好家。现在是6:36，我已经上了京藏高速了。预计还要开4个小时。爸，所以叫黄河呀。
下山，油耗为零，从4.9降到4.8，而且电池充满电了，这是头一次充满电，太神奇了。看来这个动能回收的真的太厉害了。下坡现在也不踩油，也不踩刹车，现在用的是 S 档，是手档，用方向盘左右两边的这个换挡拨片，就是这个换挡拨片一个剪，这面是加，可能看不见，它可以锁住发动机的转速，这个特别好，用于下坡。现在这个坡稍微缓了，我们可以踩一点油门，真的很不错，充满电。小伙伴们，你的双琴有没有充满过电的时候呀？哈哈哈，那就试一试下坡的时候，可以体验一把。现在这条路上是一个车都没有，哎，来辆车，把大灯放成近光。这样跟天津的那个还不太一样。